后那因为我这一个是 Xbox One， 那我这一个是 Xbox One 的摇杆，它是没有一个分享按键的。那我这一个 Power A 是 Xbox Series X 或者是 Series S 的 Xbox 摇杆，所以它上面有一个分享按键。那我们在 Series 我们不是我们在 Xbox One 上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按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截取一些影片内容。